飞机都排，他们算气足了，就是给我太原第一个印象。陈奕迅在太原机场发飙，影片曝光两天来引发网络热议，有大陆网友抨击他耍大牌，但随着更多现场影片曝光，事实也越来越清楚。对不起，是海关搞得我现在很不好意思。原来是陈奕迅掉了行李和吉他，海关不积极帮忙找东西，只忙着找他拍照，害歌神一肚子火。不过这脾气并非对歌迷而发。Eason 十六号在香港出席活动时特别表示抱歉。他们要做什么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我觉得想有反省，就觉得在任何的情况，我会好好管好我自己的脾气了。我觉得发脾气其实是也没有什么作用，所以我会好好的控制一下。陈奕迅十六号在香港是出席音乐交流活动，和粉丝频频互动，拍照也是来者不拒，看来心情不错。现场还唱起谢霆锋为他写的新歌。霆锋那首歌其实写的那个人是，他思想很复杂的，很复杂，对，听得出来，所以很有分裂的感觉。半开玩笑牵拖谢霆锋，其实掉个行李现在搞到复杂又分裂，恐怕是 Eason 自己的心情写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